咁正式開始㗎啦。咁啊，今日目標啊，我哋要開始 set in sin x to the power n 㗎啦。n 好明顯啦，就唔係再係二次方咁簡單啦，二次方上堂講完㗎啦。咁咧，但係咧 n 次方你覺得係咪咁容易 in 咧？都唔係啊。尤其是 n 次方你見到啦，碌式會分開單數雙數處理嘅原因咧，原來當去到 n 次方嘅時候咧，你要做 integration 咧，單數次方同雙數次方嘅處理方法咧，原來會有啲唔一樣噶。咁點解咧？咁啊，一陣間你就知啦。不過咧，話 in 呢個 sin x 或者 cos x 嘅 n 次方嘅咧，係咪一定好難咧？就唔係嘅。咁啊，不過最關鍵就係咧，一去到三次方咧，我哋係差唔多冇 identity 控制噶啦。sin x 嘅三次方，我哋有冇 identity 啊？冇啦 ，sin square x 都係揀嚟啫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啦 ，sin x to the power three 再上去咧，我哋要做翻啲基本嘢啦，就係、是、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啦。咁但係又好趣致嘅，例如我哋 in sin x to the power three 啊，咁你會 let u 做乜嘢嘢咧？嗱，好正路嚟講 ，sin x to the power three 啊嘛。咁我 let u 等於 sin x 咪好合理咯，係咪？跟住 d 啊，我喺度跳步驟，我喺度加翻線啊，對唔住啊。跟住啦 ，du dx 咪等於 d 個 sin x 咯，係咪 ？u 係 sin x 啊嘛，咁 du dx 咪等於 cos x 咯。咁所以 du 等於 cos x dx 啦，我碌少跳一個步驟啦，你睇完可以加翻佢啦啊。咁所以啦 ，inside。三次方 x dx 我咪換咯，主項變換咯，咁三次方嘛，咪寫翻做 u 嘅三次方咯，係咪？後邊 dx 咪 dx 咯，咁就成招啦。再講一次啊，當你將條式寫到又有 u 又有 x 嘅時候咧，就出事噶啦。in 唔 in 到啊？梗係 in 唔到啦，前面 u 三次方，後邊 dx 你點 in 啊？咁啊，但係最大問題啦。咁我將個 dx 換咗做 du 咪得咯？但係你個 dx 換做 du 要配埋個 cos x 喎。我喺依度點揾個 cos 俾你彈啊？我喺成條式入邊都見唔到 cos 喎。咁當然有啲同學就咁假變個 cos 咯，但係你由 sin 點樣假變個 cos 出嚟咧？你唔好同我作咩九十度減 theta 啊，或者咩一減 sin square 啊？嗰啲完全搞唔掂㗎，你一減 sin square 變 cos 二次啫，唔係變 cos 啊！你九十度減 theta 仲衰嘅啫，咁所以你發覺跟住就唔知點做落去啦。咁啊，公仔都係啊，睇個角度好啱啊，啤住條色跟住唔識做嘅，見到啦。嗱咁所以咧就好趣致嘅，逢親要做呢啲 integration， 我哋唔係 let u 等於 sin x 嘅，調翻轉又 let u 等於 cos x 嘅。咁你 in 三次方，你話 let u 等於 cos x in 到咩？原來 in 到啊，睇表演啊真係。let u 等於 cos x 咧，咁呢個 du 咧就等於負 sin x dx， 所以我又跳咗少少步驟啦，希望你睇得明啦嚇。睇完明我做多次啊，你覺得好陌生，你加翻個步驟就係 du dx 咪等於負 sin x 咯。你 D 個 cos 變負 sin 啊嘛，咁啊再將個 dx 乘個隔離就變咗做負 sin dx 啊。咁 inside 三次方 x dx 咧，我哋就咁樣拆開嚟寫，希望你明白點解要拆開啦。因為啦，負 sin x dx 咧，好明顯就可以變咗做 du 後面呢嚿嘢，前面嗰個負 sin square x 咧，就變咗做 cos square x 減一。依度由依個負 sin square x 去到 cos square x 減一，你明唔明咧？你唔慣嘅話，你咪 sin 二次等於一減 cos 二次咯，一減 cos 二次再乘個負號，佢咪等於 cos 二次減一咯，調翻轉啫。你唔明嘅，而家做一次俾你睇啦。咁你發覺啦，無端端下面成條式咧就可以好成功咁將啲嘢換曬做 u 啦，因為就無端端就 in 到噶啦。嗱，再一次啊，其實個終極主旨就係咧。當你要走去 inside x 嘅時候咧，有時候反而要 let u 等於 cos x 嘅，依個你接唔接受到咧？好似好怪咁喎，但係要接受下噶啦。下面有一條嘅 in cos 七次方 x dx， 嗱人哋嗰個年代好招呼嘅1988年，話埋俾你聽 let y 等於 sin x 啊，誒 let y 唔 let u 啦，都一樣嘅啫。咁啊 ，let y 等於 sin x 喎，咁唔使你自己 let 啦。當然我再寫多次，我中意 let y 等於 sin 都冇問題嘅。跟住記唔記得要做啲咩嘢啊？
基於 D 嘅一次啦 ，dy dx 咧就會等於 cos x 啦。咁所以啦，個 dy 咧就等於 cos x dx 啦。咁呢啲咧就用翻我哋第一份筆記嗰啲 chain 即係嗰啲 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嘅啫，應該唔難啩。呢度有冇大問題 ？let y 等於 sin 嘅 d 去一鑊嘅啫，冇問題啊嘛。嗱，冇問題，氣咗未啊？所以啦，你個 in cos 親次方點算咧？第一個步驟要點寫法呢？哎呀，你要將個 cos 七次咧拆做 integration cos 六次乘以 cos 一次，就要將個七次方拆開佢啦，拆做六次同一次啦。首先呢度有冇大問題？咁再講一次啊，點解要拆做六次同一次呢？因為前面個 cos x dx 咁就 OK 㗎啦，理論上一即刻就換咗做 dy 㗎啦。但係跟住前面嗰嚿嘢就麻煩啦 ，cos 六次關個 sin 咩事呢？難度喎！當你講有難度嘅時候，我再送多個步驟俾你啊。雖然個步驟其實我不嬲就唔寫嘅，係啦。二次再三次六次咯，咁再多次啦，我哋平時咧玩 sin cos 咧，啲次方咧就寫喺 cos 同個 x 中間嘅。不過偷懶嘅一樣，再加兩個括號啊嘛。其實個 cos 六次 x 即係 cos x 乘個次方啊 ，cos x 乘個六次方都可以拆做二次方再三次方啦 ，by law of index 嘅啫。OK， 跟住啦，個 cos square x 當然可以換咗做，嗱我唔跳舞就我慢慢嚟啊，一減 sin square x 啦，三次方啦，再 cos x dx 啦。當你去到依個位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將佢換曬做 u 先，再慢慢計啦。Integration 一減 u 以前。再三次方，跟住就 du， 成個 cos x dx 就一嘢換咗做 du， 咁你就搞掂咗噶啦。咁當然你可能就問啦，喂，咁點 in 落去啊？嘛，一減 u 二次又三次方，好複雜喎、啊。咁唔複雜嘅，我哋點 in 落去啊？佢 y 嚟嗰度唔知，唔該你咁差異啊 ，y 嚟噶，我錯了，係成日用慣 u 係，因為 y 好怪，跟住 in 啊，三次方喎、啊，點算啊？大聲啲啊！點算話？我聽到一個字啫，叫爆，係啦，爆開啦！你唔好叻，唔好再叻啊！依嚿嘢三次方爆得開啊，等於爆咗煙咗算數噶啦！三次方仲記唔記得爆啊？一假咩啊？白光苗嚟喎，一三三一喎，好似係嘛？好。三次方有公式嘅咩？唔係 A 三次加 B 三次咩？而家 A 加 B 成個三次喎、哦。你頭先噏嗰條係依條啊話 A 三次加 B 三次啊，等於咩 A 加 B 跟住就咩 A 二次減 A B 加 B 二次啊？你噏咗依條啊話？我哋今次係咁嘅款喎，我哋咁嘅款好似係。A 三次加 N C 啊三 C 三 C 三 C 一 A 二次 B 三 C 二用 S R 好似係係嘛？大安苗嚟嘅喎，唔好記錯嘢喎。我哋依度係用大安苗 theorem 爆開佢嘅噃。咁所以咧，跟住來要爆開之後係一三三一喎，三 C 一係三喎，三 Y 跟住再加三 Y 二次，最後減 Y 三次。啊，係我啲次方係錯啊，係咪錯我啲次方？係啊，錯咗，知點解嘛？係啦，入邊有二次方，所以我哋出邊應該二次方，後邊應該係四次方，最邊嗰嚿嘢咧應該去到六次方，以四六次方咁去。擺羅苗拆開佢，唔係唔記得擺羅苗啊？所以跟住落去咧，唔好話七次方啊，九次方、十一次方都係咁做噶啦。
最麻煩就係擺 Lomio 呢個位置，你擺唔擺得開嘅啫。咁但係做一次 integration， 由於冇成數嘅關係，冇稱呼嘅關係，你撞到呢啲嘢爆就好啦。你當然我再叻多我 U 得唔得啊？咁唔係唔得，我煩到爆炸，俾我就一定唔叻啦。呢啲寧願硬爆開佢。好啦，咁啊當然啦，到最後舊舊都 in 得到嘅，咁咪直接 in 咯 ，in 個一會變 Y 啦，咁啊 in 個三 Y 二次會變三 Y 三次 over 三啦，跟住再加三 Y 五次 over 五啦，啊再講一次就係 in 個二次方會變三次方啦，下面分母都係三啦 ，in 個四次方嘅話會變五次方，下面分母都係五啦。咁 in 個六次方唔收多講嘅 in y 七次方 over 七啦，最後再加個 integration constant c 啊，當然啦，最後再將 dy 寫翻曬做 sin x 咧，成條題目就做完噶啦。咁啊又係嗰句啦，複唔複雜咧？咁 integration 係咁啦。呢個可以養生。啊，就你養啊，三同三可以養一養啦嚇。咁適當地養緊養到就養啦嚇。好啦，咁我喺度我停一停先噶啦。我寫翻出嚟啫，我覺得我sin x 七次方寫份子樣衰啫嘛，你寫翻份子冇所謂嘅，隨便你嚇。咁但係做咗sin同cos，我中意將呢份數寫翻喺前面啦。不過呢啲係個人喜好嘅啫嚇，你唔跟冇所謂嘅。不過 in 嘅流程就一定係咁噶啦。咁啊，五分啦嚇，繼續落去啦。咁啊。跟住落去咧，邏輯上一模一樣，意思就係咧，當你 in 四次方、六次方嘅時候啦，點算呢？咁啊，一樣啦。咁好多同學咧冇温書嘅話，咪叻 U 咯。你單數次方就咁叻 U 啊，係咪？雙數次方咪照叻咯。好啦，咁一樣啦。咁啊 ，in sin x 嘅四次方啊嘛，咁啊，我叻 U 你 cos x 啊，我唔叻 U 你 sin x 啊。之前公司都有講啦，要包我名啊嘛，我 in sin 叻 U 你 cos， 但係今次你發覺啦，出事啦。點解出事呢？原因啊，四次方咪拆翻做三次方同一次方咯，係咪？個負 sin x dx 所以換做 du 啊嘛，後面嗰嚿嘢。但係前面 sin x 嘅三次方就出事啦，點解呢？你要夾硬換做 cos x 話會點換呢？就好似 loss 咁換法。但係如果好似 loss 咁換法，你又 in 唔 in 到嚿嘢呢？如果好似出邊 loss 咁換，好啦，假設換到呢撇嘢啦。integration 一減 u 二次再三 over 二次方 du， 明明換得到所有嘢啦，你 in 唔 in 到咧？依個問題，出邊依個問題 in 唔 in 到咧？係 in 到嘅嚇，再加八個步驟都應該 in 到噶啦，八個步驟啦，做全部 substitution 啫嘛。啊，你下堂會學嘅咧，係啊 ，in 到嘅依樣嘢，但係我唔 in 嘅原因好樣衰，超樣衰嘅咁。但係其實做到㗎，係做到㗎啊！或者咁講咧 ，doable， 即係下面你唔好諗住呢條呢個 emoji 拗緊頭就代表 in 唔到啊！其實可以補充少少，呢個係 doable 嘅 ，doable， but difficult，OK，、okay? but difficult 啊！你哋未必識得 in 啊，但係其實 in 得到嘅 ，OK。不過超複雜，俾我就一定唔敢做啦。好啦，但係四次方啦，如果唔敢做嘅話咧，我哋可以點做呢？咁你可以睇下隔離啦，隔離就表演啦。四次方，我可唔可以將佢拆做第二個步驟？當然你話第二個步驟睇唔明唔緊要啦，因為我打漏咗一個步驟啫，中間要漏咗一個步驟，就係 sin square x 嘅二次方 dx。而你希望你都仲記得啦 ，sin square x 咧係可以換做依嚿嘢嘅。上堂你會玩過嘅 ，sin square 咪可以換做依嚿嘢嘅。當然你又撞到依嚿嘢，二次方點算咧？咪二次方咯，二次方咯。好啦，爆開佢啫，唔難爆。爆完之後啦，簡單啲嚟講啦，二分一二次我抽咗喺 integration 圖出邊寫出嚟啦，四分一喺度啦。咁一減 cos 二 x 咪爆開，等到一減二 cos 二 x 再加 cos square 二 x 啦。咁啊，呢三嚿嘢究竟難唔難 in 咧？嗱，跟住括號嗰三嚿嘢咧，邊嚿嘢特別難 in 咧？其實得一嚿嘅啫，邊嚿啊？
第一嚿個一難唔難 in 啊？唔難 in 啦，唔好玩啦。個一非常之容易 in 啦。中間個 double angle 咧 ，equal side x 咧，超級易 in 啦。你 double angle 合埋 in 到啦，邊個難 in 係依嚿咁嘅先係物體啫嘛。哇！依嚿難 in 啦。咦？我咪打錯碌試啊？兩個步驟一樣嗰次。將所有嘢夾硬變做 in 得到嘅物體咧，跟住你無端端成個 integration 就可以做落去啦。依度冇做任何 substitution 嘅，係夾硬用 identity 拆到 in 到為止嘅啫。但係再一次，好多同學見到依嚿嘢已經唔係好想做噶啦。好合理啊，唔想做。俾我都唔係好中意做依啲咁嘅嘢嘅係啊，但係冇辦法。考唔考呢？係考嘅。因為你下面呢，啊唔係喎，下面呢個我作嘅啫，考唔考其實唔係好考，你做唔做咁？嗱唔考啊，四次方你做唔做啊？唔考就唔做。唔知啊，唔考你做唔做啊？咁衰嘅。嗱依度咧，我留翻俾自己翻屋企慢慢做下堂蘇答案啊。四次方唔係 pass paper 嚟嘅。咁其實你話喺公開考試會唔會考四次方咧？啲人都比較少，原因。難搞啊，始終啊，鑑粗嚟嘅。咁到最後呢四次方，多數會用啲乜嘢嘢咧？遲啲有份碌士專門講呢一樣嘢，就係、是做一個叫做 reducing power 或者 so called 叫 reduction 啦。遲啲我哋會教呢一樣嘢喺另一份筆記，所以咧我哋就唔會做呢啲咁嘅慢慢拆落去拆落去。但係四次方、六次方、八次方點演法咧？都係咁依法㗎啦。四次方，如果你咁樣發覺都已經複雜嘅話，六次方、八次方你又拗爆頭㗎啦。咁所以啦，依度我就唔多講先啦，費事你哋瞓曬覺。所以啦，我哋下一頁。嗱，依個就考啦。嗱，依一度咧，我唔建議你揀死背爛背啊。原因就係你一定背唔到，我都背唔到啦，俾你聽。咩要 emphasize？sin x 嘅 m 次方 ，sin x 嘅 n 次方 dx 嘅時候，原來我哋會根據啲指數啦，幾時係單，幾時係雙啦，會做一個 substitution， 幾時 let u 係 cos， 幾時 let u 係 sin， 你背唔背啊？嗱，背咗一定做到，唔背做唔做到啊？背咗未必做到，係啊，背咗起碼你第一個步驟知點做。好啦，不過啦，其實我唔建議背嘅。如果正常嚟講咧，你要做 integration 啦，頭先嗰兩條例題咧已經俾你領教過啦。當你叻完一樣嘢，或者未叻任何嘢都好啦，你作到雙數次方啦。如果作到雙數次方嘅話，你係咪可以用恆等式慢慢拆二次方，再拆落去，拆落去邊度啊？單數次方其實係。係難搞啲㗎，依個我停一停先啊。上邊嗰度好似好複雜咁，假設你乜都唔會啦，咁啊，我哋到時候點樣可以判斷要叻啲咩嘢咧？你唔想撞啊？有啲同學判斷個心態就我叻於啲 size 咯，唔啱先再 full size 咯，咁唔係唔得個嘥時間嘅。咁其實咧，你點叻法好簡單嘅啫。我一陣要 integration 嘅話咧。我 in 嘅時候，希望見到全部都係雙數次方，見唔到單數次方，咩意思呢？就好似一度咁，你睇下面步驟啦。明明 in 嘥三次 ，cos 四次嘅，明明 in 緊嘥三次 ，cos 四次嘅，但係跟住就變咗 in 嘥二次 ，cos 四次啦。如果可以將所有 integration 入邊咧，關於 sin 同 cos 嘅次方變做雙數的話咧，你用恆等式爆落去就一定 in 得到。相反，如果啲 sin 同 cos 係單數次方嘅話咧，你用唔到恆等式共振，因為我哋最主要嗰條恆等式，你 form three 有學嘅 ，sin square 一減 cos 二次啊，或者 sin 二次等於二分一減 cos 二嗰啲咧，咁你嗰啲恆等式全部都係二次方至用到嘅，
或者四次方咪變用二次方再拆落去咯，單數次方死緊嘅。咁所以你發覺啦，如果你 let u 等 cosine x 嘅話咧 ，du 等於負 sine x 啦，而你將個 cosine 將個 sine 三次拆做 sine 二次同 sine 一次咧，你其中一個 sine x dx 就配就喺依一度啦，剩低嗰啲嘢全部就係雙數次方噶啦。因為雙數次方點樣變呢？其實你好簡單啦，既然 let 咗 u 咪夾硬變翻曬做 u 咯，無端端你發覺又會 in 得到嘅。咁啊，講多無謂嘅呢啲，因為一講你唔會明嘅，所以唯有一齊做嘅啫。下面有一條就係咁啦。我坐開少少先 fit 嘅。嗱，咁我做一次啦。你有時候係唔需要夾硬背叻啲咩嘢嘅原因。如果我做一次係出邊老師係好人嘅話咧，佢會問你聽叻 u 或者叻 y 係咩嘢嘅，好似今次咁啦。叻 y， 叻 y 係 sin x 喎。咁所以啦，個 dy dx 咪等於呢個 sin 係變 cos 啊嘛，係啦。咁所以 dy 咧就會等於 cos x dx。咁所以你就望翻你自己要 in 嗰條式啦 ，cos 三次方 x sin 二次方 x dx。咁你發覺咧有個單數次方係用個 cos x 嘅三次，我再一次係三次方，好難搞嘅。乜嘢恆等式都搞佢唔掂嘅，差唔多。咁所以就要 integration， 將個 cos 三次拆做 cos 二次同 cos 一次。而個 cos 一次咧，我會選擇配埋個 dx 一齊寫。首先呢個就係第一個步驟，亦都係最緊要個步驟。將個 cos 三次方拆做 cos 二次同 cos 一次。咁跟住再寫得好少少。好，首先你有冇答問題？我留喺呢前邊個啊，我你留嘅，唔緊要啊。好，首先第一個步驟，有冇大問題？有冇？有冇？冇冇啊！第二個步驟好咯。嗱，跟住咧，因為叻咗 u 啊，所以到最後所有嘢都要變翻做 u 啦。咁啊，又有 cos 二次啦，又有 sin 二次啦，你走去搞邊嚿嘢咧？點都要變做一減二次方噶啦。咁擺明就係喐個 cos 啦，原因我哋一陣間要將個將所有嘢變咗做 sin 啊嘛，跟住可以變做 y 啊嘛，咁所以啦個 cos 二次變咗做一減 sin 二次，再乘 sin 二次，再乘 cos x dx， 咁跟住你就可以選擇換咗做 u 先至再包括好噶啦，咁我都會嘅，將 sin square 換咗做 u 啦，二次啦，出邊個 sin square 都換咗做 u 二次啦。cos x dx 嗰個咧就可以一嘢換咗做 dy 啦，之前就 u 和 y 嚟嘅，對唔住啊。咁你發覺就好成功咁將所有嘢換曬做 y 嘅，咁但係當然啦，要包括好啦。啊，再講一次啦，咁你 integration 好難做乘數嘅，咁啊將變做加減數咯，咁啊變咗做 in y 二次減 y 四次 dy 咯。咁你發覺就 in 到㗎啦，原因因為呢個最基本嘅款嚟嘅。咁啊 ，in y 二次變咗 y 三次 over 三 ，in y 四次就 y 五次方 over 五，跟住記得加個 integration constant c， 當然到最後咧就將所有關於 y 嘅嘢寫翻做 sin x， 咁再一次啊個份數可以寫喺前面又得，你中意唔寫前面又得，得咗。咁啊次方亦都係啦，順唔順順次序，五次方行先，跟住再三次方中間住次咧，亦都唔需要啦。再一次啊，咁六分嗰時候。難唔難做？其實難做噶。你唔好見到而家，我好似講到好輕鬆咁。當你到最後有朝一日要將所有 integration 嘅 skill 學曬、學完曬，所有 integration skill 都要一次過撈亂嚟用嘅時候咧，我估你哋好撈亂嘅。啊，好，問到呢個有冇大問題？明唔明個流程？唔明該隨便問啊。好啦，繼續落去啦。跟住就開始玩 tangent 啦，嗱 tangent 就非常簡單嘅啫。咩叫非常簡單呢 ？tangent 咧，我哋只會俾差唔多單數次方嚟 in 啦，因為雙數次方 in 唔 in 到都要 in 到嘅。唔講咁多廢話啦，你見到碌屎都有示範嘅 in 單數次方點樣 in 法嘅 in tangent。咁又係啦，有時候要包拗頸嘅。你 in tangent 就唔好 let u 等於 tangent， 你冇嘢睇嘅。而我哋要 in tangent 的話咧，我哋反而會 let u 等於 secant 嘅。
點解？因為你 D 個 C 勤字會出到 tangent 俾你嘅。當然你話喂唔係喎 ，D C 勤你見到碌屎啦，等於 C 勤 tangent 嘅喎 ，D C 勤。但係你發個無端端咧失驚無神咧，做咗主項變換咧，好似 D 嘢咧樣樣得曬。不過咧就咁睇咧，我估你睇唔明嘅。咁所以咧，不妨我哋一齊做一條啦。今次跟住落嚟呢條就唔係 pass paper 嚟嘅，不過都一齊做啦。係啦，因為今次難啲啦。嗱 ，intangent 五次方啦，做一次啊，你會點做法咧？第一樣嘢你要做得啱個 substitution 啦，你唔係 let u 等於 tangent 啊，年年都有啲同學戇居嘅，真係噶。連我個 tangent 五次方咪 let u 等於 tangent 咯，咁咪 in u 嘅五次方咯。但係跟住你 in 唔到嘅，你反而 let u 等於 sec 近。咁當然啦，你亦都要記得就係 dc 近會變乜嘢啦 ？dc 近去變 sec tangent 啊嘛 ，sec x tangent x。其實 logs 上面都有噶，所以呢啲基本上要記一記嘅。所以 du 就等於 sec x tangent x dx。好啦，跟住所以啦 ，intangent 五次方啦 ，intangent 五次方。咁點做咧？咁首先第一件事係啦，唔需要客氣啦，咁你都做得慣噶啦。個五次方好難搞嘅，但係我哋只需要將個五次方拆做係啦，四次方同一次方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你發覺都未完噶。點解呢？原因今次就係、是、係啦，我有 tangent x dx 嘛，但係好似我要嘅係 sec x tangent x dx， 我仲爭個 sec。係啊，你都未試過啦，未減粗嚟咯。咩叫減粗嚟？就係咁咯，一 over 咯，又有揀加個 sec 咯。但你唔好寫喺個 integration sign 出面啊！一 over sec x 唔係 constant 嚟㗎，你唔好寫喺 integration sign 出面，唔好寫喺呢個位啊，唔係會打交叉嘅。再一次，你加嘅時候加喺 integration sign 後面，跟住就 tangent 四次方 x， 跟住就 sec x tangent x dx， 咁就 OK 啦。咁你就會搞得點？一陣間要出嚟個 du 㗎啦。好啦，但係前面嗰撇嘢點算咧？搞到咁複雜，一 over sec 跟住 tangent 四次。咁 tangent 同 sec 本身硬係有啲關係嘅，否則我哋唔會叻 sec 啦，係咪？好啦 ，tangent 四次點變咧 ？tangent 二次再二次啦，係咪？咁我跳步驟，因為我好似唔夠位，咁睇翻筆記又講啦。tangent 二次係 sec 二次減一啦，反而呢條式你哋記唔記得咧？我估你哋就唔記得嘅。呢條式點樣走出嚟咧？以前科有教嘅，我哋永遠記得就係、是。我哋永遠就記得 sin 二次加 cos 二次等於一嘅啫，係咪？你永遠記得呢條啫嘛。係啦，跟住大家一齊再除 cos 二次啊嘛。跟住就會變咗做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變咗做你老師都有講噶啦，就係 tangent 二次加一等於一 over cos 即係 sin 咯 ，sin 二次咯。咁所以啦，最後啦 ，tangent 二次方咧要夾硬變做 sin 嘅話就係咁變啦，或者你指翻呢度啦喎。我費事抄一次，咁所以又係嗰句啦。有啲恆等式你唔記得咗點嚟嘅話咧，我叫你温一温，反而好過夾硬背啲恆等式，因為呢條式唔送俾你嘅喺考試。咁你最好就識得由 sin 二次加 cos 二次等於一，自己變翻條式出嚟啦。咁你到時候自己即場變就永遠會背錯啊嘛，數學最驚就係背錯嘢。所以啦，最好就自己砌條恆等式出嚟。由 sin 二次加 cos 二次等於一開始，成條式再除 cos 二次，咁再將佢做一做轉項變換，咁就冇問題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去啦 ，tangent 四次方咧，咁就唔挑補習啦，都係算啦。我寫翻做 tangent square 再 square 啦。我 sec 我寫喺份簿度啦，咁我 sec x tangent x 你罰抄啦嚇。啊，一日大家未變到做 u 嘅時候咧，你後邊嗰個都係罰抄噶啦。好啦，繼續落去啦。咁啊，變咗做 integration sec square 減一係咪啊？成嚿嘢二次方再 over 翻 sec x， 跟住就 sec x tangent x dx。好啦，冇問題的話咧，跟住就可以做 u 咯喎。點解咧？因為後面嗰撇物體好明顯係 du 嚟嘅。好啦，前面全部都係 sec 嚟嘅，咁所以就可以一嘢換咗做 integration 啦。
U 二次方減一，成個二次方 over U 再 D U。咁啊，跟住咧，你發覺啦，成嚿嘢就應該 in 得到嘅 ，in 到。當然你話要 in 依嚿物體，依嚿物體你要想 in 第一件事，等你拆股再講啦。變咗做 U 四次減二 U 二次加一 over U D U。咁亦都第二樣嘢講過啦 ，integration 做除數特別麻煩噶。integration 好難做除數啊，咁所以撞到嗰咩分點算啊？教過啦，咪夾硬舊舊嘢都除 U 咯，變咗做 U 嘅三次減二 U 加 U 嘅負一次方，我就唔寫做 U 嘅負一次方啦，因為 U 嘅負一次方或者一 over U 咧就唔係用 power U 去 in 嘅。咩叫 power U 就係你 in 三次方，咪變咗做四次方啦，係咪？依個叫 power U 嘛。例如 in 個 U 咪變咗做 U 二次方咯，依啲叫做 power U 嘛。但係 in 一 over U 等於乜東東咧？係特別啲嘅，係啦，係會變做 lateral lock 嘅。咁啊，加個 absolute sign 添。嗱，咁啊，成功 in 完㗎啦。咁當然跟住最尾個步驟，唔使我提你都知啦。咁都緊要將所有嘢換翻做 C 群啦。你碌 C 夠唔夠位寫話是話？應該啱啱好啦，係嘛？啲字大隻啲就應該唔夠位做啦。嗱，咁你見到啦，哇！四次方都咁多步驟 ，intangent 四次都啊 ，intangent 五次都咁多步驟。哇！如果你考七次方、九次方，咪死咯咁。咁我只可同你講句咧，我哋有慣例嘅 ，integral 咧頂盡講咧係考三至四次方嘅啫。你好少可見到五次方樓上，因為五次方樓上其實我哋唔係用呢個 integration 方法嘅。我哋有另一份筆記會講，當 n 係大過三至四嘅時候，你會用咩特別方法去 in 嘅？嗱，咁頭先有阿宋同學劇透啦，佢本而家走咗啦。我哋要用嘅係 reduction formula 歸約公式。咁啊，咁你聽完個名字算數啦。呢、這個其實歐師嚟嘅，不過我照教。好，首先我哋一個問題，再一次啦。咁你發覺一時三刻好似我唔慣咁，你要做多少少你又慣嘅。好，下一頁。聽到咩啊？好啦，啊 ，intangent 六次點 in 咧？嗱，好趣字啊 ！intangent 六次，我哋咧六次方雙數次方係好易搞嘅，應該係咪？嗱，仲有一次頭先單數次方 in 到雲嘅，但係雙數次方咧係 in 得好順暢嘅。但係當然啦，咩為之好順暢咧？咁你都要識一識嘅。咁你見到碌屎都有講嘅，反而如果我哋要 integrate 雙數次方咧，我哋會 let U 做啲咩嘢咧？ let 翻 U 做 tangent 嘅，啊，雙數次方嘅話，啊，咁點解咧？我哋又做一次啦，我使唔使做一次包拗頸 let U 等於 secant 俾你睇啊？唔使係嘛？啊，走開，我走開好啦。咁啊，唔想玩下真係。丟定點解？明明你發覺唔係喎，你叻要你聽著我 DUD 上面有個 secant square 走出嚟咯，咁點做落去啊？我調色根本都冇 secant 二次嘅，係有嘅。你本身調色聽著雙數次方變做 secant square， 即係話都冇咁易嘅。其實咩為之話都冇咁易咧？就係、是、我 in 聽著六次啦。其實咧可以拆做乜嘢咧 ？in tangent 四次 ，tangent 二次。當然你可能心入邊就話嚇咁樣變，咩叫冇所謂啊？我唔咁樣變得唔得㗎？唔咁樣變又唔得喎？點解咧？因為你最大問題就係我調色明明 tangent 嚟㗎。喂，但係你個 dx 前面要揾個 secant square， 我點樣揾個 secant square 俾你啊？係啦，你就要靠 tangent 二次方去揾個 secant square 俾你㗎。但當然啦，要揾你都要識得用恆等式嘅，即係啊，你原來要夾硬咧將個 tangent 二次咧變咗做 secant 二次減一，你只有個 secant square 走出嚟㗎，否則你冇嘅。咁但當然跟住落嚟嗰度出事啦，原因就係乘數又有括號，你點做啊？你要拆過好喎，係咪？咁要拆過好咯。
變咗做 tangent 四次 secant square x， 跟住再減 tangent 四次。咁但係跟住又出事喎，個 secant square 我塞唔到落去後面喎咁樣。咁所以咧，跟住咧最難嘅地方就係咧，我哋要將呢條式咧夾硬拆咗兩嚿嘢去邊嘅。要拆佢都仲要分開嚟寫，我使唔使寫翻詳細步驟俾你啊？你明唔明啲發生咩事啊？明唔明啊？唔明我寫翻開少少啦。正常嚟講，你要咁寫噶，拆佢好 ，OK， 中間用個減好啦。咁啊，我哋再用 rules 啦。做減數我哋咪可以分開邊嘅，做加數做減數我哋可以分開每一嚿嘢去邊噶嘛。而家你喺你動面前有兩嚿嘢，所以我會分開兩嚿嘢去做 integration。咁點解要分開兩嚿嘢做 integration 咧？好啦，咁啊，依度我寫多個步驟啦，費事煩 ，OK？ 費事你睇唔明。咁依度純粹將兩嚿嘢拆開嚟邊嘅啫。好啦，跟住出事啦。前嗰嚿嘢就冇問題啊，前嗰嚿嘢哇擺明見到啦，因為咧 tangent 仲唔係 u 嘅四次方，哇 secant square 配住個 dx 發達啦，本身就係 u 嚟啦。前面嗰嚿嘢就 hold 埋喺 e 完噶啦，後面嗰嚿咧，後面嗰嚿點 e 啊？後邊嗰嚿點 e 啊？最大問題就係後面嗰嚿點邊咧 ？intangent 四次方係啦，你要將個 tangent 四次拆到 tangent 二次，再乘 tangent 二次，咁咪有排做咯。咁所以啦，結論咧，我就抄翻上邊嗰個結果啦，就係依一度啦。tangent 三次方 x， 而家你減 tangent x 啊，跟加 x 啊，我唯有咁樣夾硬做啦。OK， 我抄翻上邊個結果嚇。你唔好怪我係啊，咁到最後啦 ，e 完噶啦，最後 u 嘅五次方 over 五啦，咁啊 d 唔再寫加 c 啊，啊 tangent 三次方 x over 三，跟住再減 tangent 啊，再加 tangent x 嘅再減 x 加 c， 到最後個結果就係 tangent 五次方 over 五 ，tangent 五次方 x over 五啦。減 tangent 三次方 x over 三啦，再加 tangent x 啦，減 x 啦，加 c， 依度就要擺 looks 啦呢度。好啦，嗱咁 tangent 六次方就係咁 in 噶啦，咁啊係難嘅，考試一定唔考嘅，所以你見到我後面呢條題目冇年份嘅，嗱因為考試一定唔出，知唔知點解咧？原因中間藍色嗰撇嘢，你有冇背啊？你唔需要背啊嘛。咁你唔會即場寫到出嚟嘅，寫唔到啦。咁 intangent 四次要點做㗎？你好似碌屎咁叻 U 喎。咁我同一條題目咪叻咗兩次 U 係㗎。咁得唔得咧？係唔得㗎。我哋一條題目入邊，理論上我哋只會考一次 integration 白質嘅標準嘅啫，冇無端端要你叻兩次嘢㗎。咁所以咧，呢條題目咧 just for fun 嘅啫。啊，同埋我哋亦都唔會咁考嘅原因，你碌屎都有註明嘅。其實咧，我哋最後用 reduction formula， 不過歐斯嗱，不過跟住我食咪講啦。嗱，再一次啦，頭先我哋食咪講咗 reduction formula 啦。其實 intangent 或者 secant 原來係有規律㗎，係唔需要慢慢做㗎啦。intangent square 就係 tangent x 加 c 啦，個過程而家你見到啦。intangent 四次方就 tangent 三次方 over 三加 tangent x 再加 c 啦。一 over 啊 ，intangent secant 六次，答案 tangent 五次 over 五。加 tangent 三次 over 三。係唔係真係咁容易咧？你冇證明過，你點知啱定錯㗎？你點知個規律啱定錯咧？嗱，再一次啊！以前咧，我哋係要證明嘅，讀 index 嘅年代。你哋需唔需要證明呢？我有朝一日要揸住一份筆記咧。雖然 reduction formula 係 OC 啊 ，so far OC， 但我會教你一次，因為根據 M2 慣例係有機會考 OC 嘅。
佢但係佢中間俾曬貼士你，跟住就話俾你聽最後嗰個結果攞歐斯啦，因為我送曬貼士俾你啊嘛。嗱，依個可以開麥講嘅。啊，曾經何時真係有啲歐斯嘢掟咗落 M 表考嘅？咁所以咧，嗱依啲靠 reduction formula 嘅結果咧，嗱再次唔需要背，真係唔需要背。考會唔會考？真係冇乜機會考。上到去三四次科，我覺得都唔係好考嘅，其實已經，因為已經用另一個 integration 嘅方法，或者甚至乎你自己用啲咩 online integration calculator 走去打條式啦。in secant 六次方，人哋都係會靠一樣叫 reduction formula 俾你聽，原來有條公式可以走去 in 啲嘢嘅，一塞落去就做完㗎啦，就好似我哋而家咁。嗱，所以我唔 in 啊。啊，你有興趣嘅話，自己慢慢做啊。in secant 啊 ，in 雙數次方，我哋係會用 formula 嘅。in 單數次方就出事啦。嗱，你唔好諗住啲咩 reduction formula 咧，任何次方都得。哦 ，secant 七次咪等於咩啊？聽盡六次方 x 加聽盡四次方 x 就錯嘅喎，原來會嗱，所以再次啊，一啲數學嘅公式咧，你冇嚴謹證明過，你唔好當佢永遠都啱嘅。依家你背嘅結果，或者你覺得呢個係啱嘅結果咧，係當 secant 雙數次方至會啱啫。secant 如果單數次方，真係要 in 到你趴喺喎。咁我哋今日唔講啦，因為上面有講啦，要靠第三份筆記去講。好啦，仲有一條啦。嗱，依條就要做啦，知點解啦？知誒，因為有年份啊嘛 ，past paper 嚟嘅，真係有機會考嘅。好啦，嗱，當然啦，你唔好睇住上面條例題，跟住合埋做下邊嗰條喎。嗱，又係啦，跟住你見我依條喂後有咁多烏索點記啊？你唔需要記咁多烏索。咁我再講一次啊，最關鍵就係咧，你如果 integration 咧入 join 咗啲嘢，全部係雙數次方，你發覺就好易 in 嘅。單數次方咧，你發覺就好麻煩嘅。但係無論單雙數次方都好咧，你好似今次我咁咧，你點 in 咧？嗱，有幾個 integration 嘅方法嘅。叻唔叻 U 好咧？叻唔叻啊？二次叻咯，有幾可唔使叻啊？其實 in 曬四次、共曬四次都可以揀嚟嘅 ，in 聽準。仲要聽條意思、思近意思，叻咯，好啦，叻啦，好啦，嗱，又係用彩數嘅時候啦。你如果冇背嘅話，我想問下你揀叻 U 等於乜嘢啊？思近好啊，叻 U 即思近啊，思近 theta 好啦。嗱，我唔知啱定錯啦。唔知啊，我平時我都笑啦，教 M 都好開心噶。做數係充滿樂趣嘅，笑下都唔俾，冇搞錯，真係極權，真係專制。好啦。我唔知啱定錯，我試一下啫。可能兩個方法都得咧。做數唔係得一個方法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跟住落嚟咯喎。好啦，咁所以啦，好啦 ，integer 二次 ，secant 二次。咁啊，你要揾個 secant integer 去配住個 d theta 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條數就會變咗做 integration tangent theta secant theta。跟住就乘以 secant theta tangent theta d theta， 好啦，啱啊，冇錯啊，好啦，後面嗰堆嘢擺完就準備換咗做 DU 噶啦，呢個係 DU 嚟嘅，好啦，前面嗰嚿嘢就咪全部單數次方嚟嘅，全面全部一次方嚟嘅，單數次方，單數次方，我講過一次喎，單數次方好濕滯嘅喎。單數次方點算啊？單數次方點算啊？連二次啊！你單數次方如果恆等式咁滯嘅喎，你點啊？你點做啊？單數次方，唉，點算啊？點算啊？單數次方。講過啦，撞到單數次方的話咧，你做完個 integration 啦，都撞到個單數次方，咁點算啊？咁點算啊？點算啊？大聲啲答案啊！三二一，答案就係唔知點算啦。係啦，三單數次方，一句講曬 ，no good， no good。好嘅，咁所以啦，咁咪唔敢叻咯？
叻二次黐線啦，叻唔好啦，唔好夾硬嚟得唔得啊？叻於你聽準咯，睇下冇結果咯。咁我講過啦，人需要拆嘅，你將你嘅錯誤擺喺度，人生嘅錯誤中學習嘅係 D tangent 變做 secant， D U 咧就換咗做 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。咁你發覺啦，我要 in 呢個 tangent square theta， 我夠位喎。哇！我話俾你聽，得啱做完啦。點解 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 係 D U 嚟嘅？我前面 tangent 意思啊。做完啦，咁所以啊變咗做 integration u square du， 所以啊做完啦，唔使睇嗰位啫。u 嘅三次方或三加 c 咯，咁咪等於 tan 三次方或三加 c 做完啦。叻得啱咧，你係會見到曙光嘅；叻錯咗咧，你發覺做做下咧係會停咗喺度嘅。當你停咗喺度咧，你唔需要咁擔憂。再叻過咯，啊！即係多句啦，你永遠叻 U 咧，得兩個選擇嘅啫。你要 in 曬嘅話，你一係叻 U 做曬，叻 U 做暴曬啦。多數叻調翻轉頭嘅嘢啦。in tangent 或者 in secant 咪多數一叻 U 對於 tangent 咪叻 U 對於 secant 咯。二揀一你都揀錯咁點算啊？再做過。再做過咯，又唔會做唔到嘅。永遠都係肯做就得嘅啫。當然最關鍵就係二揀一啊。當然有啲同學要就係咁啦，哦，叻要你試勤得咪叻要你試緊 square 咯，咁啊咁出事啦，我見咧，啊，你永遠叻 U 嚟，會整個二次方案嘅大佬，啊，叻 U 我哋永遠要將個 U 有咁簡單定唔簡單，佢唔至於試下做下咯，冇所謂嘅，啊，好啦，咁有冇大問題？再一次啊，所以你發覺自己叻錯嘢，唔需要咁擔憂嘅，有時候有時間靜佢。叻過泥球嘅，好。